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大家请坐。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太上感应篇汇编》，请看经本第二十五页，倒数第四行。 我们呢？昨天呢，讲到啊，这一段，这一段呢，是提醒我们，感应都在呀、啊，人最初的一个念头就引起了啊，念头虽然很微细。 但是啊，如果不能够啊及时关照、及时防范，演变下去啊，就会形成很大的果报。那么善恶最后啊，会有很明显的差别啊，所以。 古人提醒我们呐、啊，每天都要反省自己。儒家曾子每日啊都三次啊，从三个方面呢来反省自己不一定是三次啊，可能很多次啊，至少得有一次。 叫五日三省吾身，那么东汉的杨震，他知道每做一事，每动一个念头，都有天知地知，啊，遇到人，虽然只有两个人在暗示之中的谈话。 那也是啊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啊，这就是所谓啊，啊，阳正四之，嗯，要警惕。那么这里经文又说：“更与鸡鸣而起，孜孜为善，无非时刻操存，令此心境恒明耳。” 心静明，则善恶自己做得主，而祸福亦做得主。故天命在我矣。故论祸福自照之理，推本欲存心，再复先儒格论，以宣太上之旨云。 这里是接着上面的论述，更于鸡鸣而起。啊，这里啊又提到，啊，鸡鸣就是早晨的时候，啊，早上天还未亮，鸡就开始叫了，啊，公鸡啼晓。那么古人呢没有时钟，啊，所以呢都是闻鸡而起。 听到鸡叫了，就马上起床。诸子治家格言里讲：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，啊，要内外整洁。啊，祭混便息，关锁门户，必亲自检点。啊，这是居家呀，这第一要务。啊，极平常，却极重要。” 啊，第一就是早起。啊，曾国藩先生说：“如果一个家庭的子弟呀、啊、不能早起，这家就是衰相，啊，将来必要败。所以呀、啊，子弟呀、啊，在家里呀，啊,啊，先要讲求就是不厌起。” 就是不能晚起，啊，那么古时候鸡鸣而起，那现在呢？这大概啊五点钟啊就得起床了，啊，那么如果是学佛修道，还要提早，像寺院里面呢、啊，三点就起床，啊，四点或者三点半就上早课了。 那么一个人能够早起呀、啊，养成习惯了啊，其实他一天的精神都会非常好啊。在中医上讲啊，三点到五点啊，这属于寅时啊，寅时就要起来啊。如果不起来，那个肺经啊不能得到舒展。 啊，实际上呢、啊，你多睡一个小时，对你呀啊,啊，并没有什么太大帮助，啊，反而可能会有害处。<coughs> 那么古人早起是为了勤学啊，所以知之为善呢、啊，早起起来读圣贤书。 啊，格言联璧，我记得开篇第一句就教我们啊，要读书，要积德啊，这两桩事要终身不能够懈怠、嗯。那么“孜孜”这个“孜”字啊，是通假，通那个啊“孜孜以求的字”的“孜”。 啊，意思就是啊，要很勤勉、很努力的来为善，就是行善、积德。啊，凡见到善事，无论大小，无论难易，都要啊努力去做。只要有能力、有因缘，啊，就不能推脱。 必须是尽心尽力呀、啊，直至圆满而后已。啊，所以这个一早起来就要想到，我这一这一天呐、啊，我要行善啊，行善就开始了。嗯，那么行善不一定说啊，一定要做事。 只要能保持你的心，不作恶，不动坏念头，这就是行善啊，所以你看，佛家讲十善业道，都不是叫你要做什么事，啊，只是教你什么呢？不要干那些坏事。啊，身不干杀盗淫，口不讲妄语，其余两舌恶口。 亦不起贪嗔痴，这就是为善。啊，你根本不用费力气，啊，只要防非止恶就行。所以无非时刻操存，所以可见的，一天从早到晚，时时刻刻都是我们为善之时。 会修的人，就是这里讲的“无是无非”，时刻操存。啊，这个“操存”这个词儿出自孟子，啊，《孟子告子上》引用孔子的话说：“操则存，舍则亡。”啊，这是讲操存。 这个操啊，就是操履啊，就是能够啊，把持住自己啊，你的心智不会退堕啊，你的这个哎、呃，言语不会造次，你的行为。 不会作恶啊，这是讲操，嗯，操律，操则存啊，你就能够啊，有生存的，哎，这样的一个福报啊。如果舍了，就亡了。那么，能够时时刻刻。 关照自己的言行，啊，注意自己的操履，令此心静恒明耳。心就像一个宝镜，啊，这个镜子啊，本来是可以呀、啊，这个放光遍照。嗯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 内心有很多的恶念邪思，行为有很多的不善，那就像是灰尘呐、啊，把我们的心境给呀、啊、遮蔽了啊，所以呀、啊，净光啊就显不出来了啊，就没有光明了。那么。 要恢复我们的心境光明，那就是要努力的去除那些灰尘污染。啊，所以心地上的恶念邪思要洗刷干净，行为上不能有丝毫不善见长。 嗯，努力做克己的功夫，心境就能够恒常光明。啊，人总是保持觉悟，那心就不会呀放纵，啊，不会呀作恶。最怕的是什么呢？七情五欲一起来。 啊，贪嗔痴慢现行了，自己就迷了。啊，这一迷了，心就随着人欲了，就忘了天理了。啊，所以从早到晚，我们仔细观察，其实就是内心中人欲与天理啊，在那交战呢，看看谁胜谁负。 啊，那么如果天理能战胜人欲，那么你就是、啊、在做这个啊、嗯、操履的功夫，为善啊。反之，谁顺的人欲，那天理就不显了，那心境就失去了光明。 啊，所以心净明，则善恶自己做的主啊！啊，这是这是觉悟了，啊，心境能够啊光明显发，那么那些恶念呐、啊、就不容落脚了，怕的就是迷。 一迷下去的时候，自己在造恶都不知道，做不了主啊，所以能到做得了主的这个境界，功夫已经得力了。那么这时候啊，祸福已做得了主了。换句话说，命运掌控在你自己手里了。 啊，你根本不去、不用去啊，啊，问那些算命先生了。啊，你的命运由你自己改造。啊，因为你能做得了主。凡夫就是做不了主，所以呀、啊，业力呀、啊、在牵引。啊，那么一生祸福就有个定数。 啊，而自己呢，确实改变不了。啊，所以要改变命运，就是做心地上断恶修善的功夫。那能做得了主，心必须是定平的，不能乱啊，不能够妄念纷飞。 心越定，你就越做得了主。故天命在我矣呀。这天命就是命运了，啊，命运就在我了，我手上了。嗯，人出生的时候就有命运了，所以你要拿生辰八字来算算，哎，就能算得很准，可以算得出来。 这个命运是过去去啊生中造作的善恶因果而决定但是，假如你学了圣贤教诲，你就可以改那么你不学圣贤教诲也可以改啊，就改成恶的了。 你拼命造恶啊，穷凶极欲，那你原来有的福报很快就享完啊，积累了很多的恶业，那那也就是命运也改了。所以命运操之在我手上，不在上天啊。所谓呀、啊，上天的命运呢、啊，那都是过去的因造啊所结的果。 而未来的果，取决于现在的因。所以，古人讲的“天作孽，犹可为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”天作孽是什么呢？我们一出生的命运就不好。 就好比是天作之孽啊！我们说孽障啊，命运呢很不好，但是可以呀、啊、去改变。如果自作孽，你自己去作孽，那就不可活，活不下去了，注定是死路一条啊！这是《书经》啊。 就是上、啊《尚书》啊，《太甲》啊这篇里面讲的，所以论祸福自照之理呀、啊，推本于存心。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，这个道理很深。嗯，它的根本根源都在我们的自信。 啊，所以，整部感应篇实际上就是讲了心法。啊，能够啊依教奉行，就近圆满，你可以明心见性。那么底下呢？ 再附先儒格论，后面附上啊，过去的大儒啊、大圣大贤他们的格言、他们的言论啊，这个格论呢，格字啊，有格物的意思啊。所谓格物，就是跟物欲格斗啊，用天理战胜人欲，这是格的意思。 那么，用这些先贤的教诲，以宣太上之旨，把太上的这个要旨啊、大义呀，啊，宣述、宣说的更为明显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二十六页。或问：鸡鸣而起，未与物接，如何为善？ 程子曰：“止住于静，便是为善。”啊，这些下面的这些先贤教诲啊，句句都精彩，啊，句句都是格言。这里做了个设问，啊，这鸡鸣而起，哎，你刚才讲的，鸡叫的时候就起床。 啊，就要孜孜为善了。前面说孜孜为善，但现在还没有啊，接触外面事物呢。啊，你刚起来还在床上，还没下地。啊，还未曾与万物啊啊有什么接触？那如何为善呢？这问的好啊！你看这个问话的人呢？ 以为为善呢、啊，就是从事上来做，啊、嗯，实际上，下面程子说的，不是从事上做，从心上做的。啊、嗯，程子就是宋朝的程颐先生，啊，伊川先生，前面我们介绍过了，这是啊，嗯、大儒，是理学家啊，理学的奠基人。 那后来，朱熹可以说是他的第这个私塾弟子了。那么程子说呀：“只主于静便是为善。主于静，就是说心里头以静为主宰，成静。这是儒家最讲究的学问。” 啊，所以你看《礼记》开篇啊，这个取礼呀、啊，第一句就说“无不敬”，啊，就是没有不恭敬的，样样都得恭敬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都要恭敬。啊，这跟佛家讲的异曲同工。佛家你看是这个普贤。 行愿，啊，菩萨最究竟圆满的行门，也是第一句讲礼敬诸佛。啊，这个诸佛也包括很广泛，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有诸佛，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皆是诸佛，所以礼敬一切。 这是普贤行愿第一条。那所以镜子啊，实际上是、啊、大学问啊。那么这个有这个镜子，就是为善。你想想，你心里呀、啊，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都恭敬，不敢有丝毫怠慢、放任。 那你怎么可能为恶呢？啊，你不作恶就是为善，因为人之初性本善，只要不作恶，那就是本善嘛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圣贤学问呐、啊，它不难学，它不是要求你啊啊一定有钱去布施。 啊，或者有能力去干事，不是？你只要啊，不去作恶，那那就是修圣贤之道。下面宋宋朝张子曰：“正心之始，当以己心为言师；凡作啊，凡所动作，则知具。 如此一二年间，守得牢固，自然新政。这是引宋朝张载啊的话。张载，这是北宋啊著名的理学创始人之一啊，是程颢、程颐啊二程的。 表叔，啊，跟这个成子还有亲戚关系，啊、嗯，大儒、大贤，啊，他号横渠，啊，所以、啊、后人也称他做张横渠，啊，横渠先生。那么曾经做过官，啊，那么，但是呢，学问呢？ 造诣很深，他有一句啊很有名的话啊，啊脍炙人口，就是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啊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段话。啊，这就是他一生啊学问的。 写照啊，没有真实学问，讲不出这个话来。那么张子就是张张恒渠先生，这里说正信之始。儒家讲啊，诚意正信。啊，这是《次数里《大学》三纲八目。 哎，里头讲到，啊，三纲是所谓呀、啊，明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。啊，八目呢是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、嗯。那么齐家治国平天下。 在修身呢。以修身为本呐、啊，而怎么修身呢？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，就是。这修的就是个心呐、啊，心要正啊，心怎么来才能正呢？意要诚才行啊，意诚而后心正。 什么叫一成啊？这个“成”字，曾国藩先生讲：“一念不生就是成，心里空了，清静了，啊，一念不生的时候，那就是成那怎么才能使得一成啊？你让我一念不生，我做不到啊！啊，冷静观察自己的念头啊，那。 妄念纷飞，从哪儿做起呢？格物致知。啊，格物是格除物欲，啊，断烦恼啊。致知就是开智慧。用佛家的话来讲，就是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是知识，格物是放下。 看破一分，就放下一分；放下一分，就看破一分，相辅相成。啊，最后你才能够使得异常心正。所以这跟庄子在这里讲的一样，正心开始的时候，就下手处，当以己心为言师。这己心，就自己能关照的这个心。 啊，自己动什么念头，自己要知道。如果不知道，那就是无名啊，颠倒了。啊，那么要以己心为严师，这就是老师啊，而且是严厉的老师，对自己一一个小的恶念都不能放过。 不能自述，自己也宽恕自己，啊、哎，没关系啦，这小念头，啊，成不了什么大气候，啊，也不会造什么大恶，啊，动一念伤害别人的心，啊，占人便宜的心，见、啊、他色美起心思之这个心，啊，这些心。 虽然事情没做，但是他起来了，这就是贼。当下要把他拿下，啊，要非常严厉，不可以自述，不可以自欺。所以繁琐动作啊，则之具这个动作啊，既包括身体的，也包括心中。的。 啊，心中一念，念头一起，那都叫动作。啊，凡有一个念头起来了，就知道恐惧、敬畏。啊，真的是天知地知啊，鬼神皆知。啊，古人有所谓啊。 若要人不知啊，除非己莫为也。大学里讲啊，石目所视啊，时手所指啊，其言乎？啊，别看你就在一个人在那个暗室当中，以为呀、啊，干了坏事，动了恶念头，没人知道。殊不知啊。 就在暗室里头，都有十双眼睛盯着，十个指头指着你，天地鬼神都在旁边了，怎么能够不生恐惧心呢？所以要戒慎恐惧，要慎独啊！自己独处的时候，一个人的时候啊。 不可以呀、啊，有丝毫的歹念，不能放肆啊！不能有偷心啊，偷鸡摸狗的念头起来了，哎，这都不可以。为什么呢？这些念头都有果报，而且心动神知啊，鬼神都知道。 啊！如果能够这样的来例行，啊，来克服自己的妄念习气，下这种功夫，真干。如此一二年间，你只要一两年时间，这个根就扎好了，啊，守得牢固啊，自然心正。啊，这个“守”字啊。 就是提醒我们要坚持啊！可能你做一天两天很用功，之后就开始啊懈怠了啊，慢慢的就放任了，这功夫啊就中断了啊！所以要坚持啊，守得牢固。 就是永远都不可以自欺自述要真干，有过必改，啊，妄念一起就要克制。儒、道、佛三家。 都是这样教导我们做这种啊修心诚意的功夫啊。那么我们现在一起来学感应片汇编。预计啊大概要三年，三年扎根，古人能一二年间就能做到了，我们用三年时间啊增一倍。 啊，如果你真有诚意，我们每个礼拜天在一起研讨，在一起学习，一起反省，一起忏悔。啊，这一天听了之后，一个礼拜其余的六天，最好也都能每天听一遍。 啊，重复的听，啊，这这个或者感应篇汇编这些话，重复的读诵，啊，细细的咀嚼、消化，啊，对照自己的言行，认真的改过自新。三年，如果你不间断。 守得牢固，自然心正啊！你就能够做到儒家诚意正心的境界了那么，也就是佛家讲的得清净心啊！我们师父上人提到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 你这个有了大有很好的基础。下面引朱子啊，就是朱熹先生他的话：“朱子曰，罗先生教学者，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，作何气象？” 此亦养心之药。我们知道朱子啊是理学的创始人，啊也是集大成者，南宋时期的大儒，啊非常有造诣。那么他这里讲呢。 他讲了很很多话啊，都在这里引用了啊。这里说罗先生，这这位罗先生呢，是也是宋朝一位大儒啊。那么他曾经啊，跟。 二成的首传弟子杨时啊，在谈《易经》啊。杨时呢，听到这个罗先生，他叫罗从岩啊，听到罗从岩呢讲的这个《易经》啊，知道他已经啊，对圣贤之道啊通达了。 啊，所以说呀，我弟子千余人呐、啊，没有人能及得上罗从岩，啊，对他高度的评价。啊、嗯，那么朱熹朱夫子他的父亲和老师，他老师叫李侗，啊，都曾经啊拜罗从岩为师。换句话说，朱夫子可以说是他的徒孙，啊，罗先生的徒孙。 那么他呢，这个跟程子啊，跟李同，跟朱熹并称为呀、啊、四大名儒啊，所以很有造诣。他的大部分的著作啊，都收入了《四库全书》。那么朱子在这里说：“罗先生啊，教学者啊。” 学者就是在学习圣贤之道的人啊，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学者啊。现在的学者呢，只是搞知识、搞学术，没有真正落实克己复礼的功夫啊，没有真正啊做诚意正心的功夫啊。所以这里讲的学者是真干的人。 啊，学儒的人不是搞儒学的。静坐中，看喜怒哀乐未发时，作何气象？这个我们要去落实。平常心要静，少言语，少应酬。啊，静坐的时候把心定下来，关心。 啊，看看喜怒哀乐未发时是什么样的个气象，什么样的一个状况。喜怒哀乐未发，这是出于中庸。啊，原文是讲：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结，谓之和。 这是讲中和啊，喜怒哀乐之未发，意思就是什么呢？你没有动情绪，喜怒哀乐都是七情啊，七情之一啊，啊，里头的四四四样啊，啊，意思是没有动烦恼。 哎，这个没有动烦恼，没有动喜怒哀乐，那个时候就叫做中了啊。所以中道就是没有烦恼的时候的境界啊。实际上呢，这个境界。 即使是在你喜怒哀乐的当下，他也不会失去啊！你就有烦恼，也不会障碍中道，只是你迷失了而已。这东道讲什么呢？就讲我们的真心啊！喜怒哀乐达不到的。 那个境界，意思是说妄念达不到，那那就是真心境界，这个叫中，啊是中庸是这么个讲法，跟佛家讲的心性是完全一样的。那么，如果我们在喜怒哀乐迷的时候，当然见不到中道，啊。 就迷失了真心，所以发的时候呢，不能迷；发而即终结，就是没有迷。啊，你还是觉悟，觉悟那就是自信性德作用，所以喜怒哀乐无非性德。 这叫和，啊，中和是这么讲法的。这个讲法是偶一大师讲的，啊，这比儒家讲的更究竟，啊，直接讲直指人心，直指我们的心性。所以那个和啊，就是修德，中就是性德。 啊，修德有功，性德风险。这是讲中和的意思。所以呀、啊，当我们喜怒哀乐未发时，也就是不动念头时，你才能观到自己的本性。啊，作何气象啊？这话真的有点像禅宗直指人心的话。 啊，念头不动时，你是什么样气象？啊，这不就是父母未生时你本来面目，都是一样的意思。啊，这跟参禅道理一相同啊，参禅就是把心定下来了，念头不动的时候，你才能大悟，啊，才能够回归本性。 此以养心之要，这养心最重要，啊，关键。所以养心呐、啊，就是不动念头。念头动了，费心神呐、啊。啊，所以常常动念头，常常思考，神都会伤。 啊，这中医上讲啊，多思伤神啊，啊多欲伤精啊，啊，多言耗气呀、啊，啊，这些都要防止，啊，养我们的精气神。又曰：心虚令只在一处。 勿有外事参杂，仍需勤勤操守，临事勿暂放宽。人之精神习酒自成，若勤谨收拾，争个提得起，遂半月见效可也。朱熹先生又说：“必须令致。” 啊，心呢，只在一处。这个如佛讲的都是一样的，佛也告诉我们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就是让我们的心专注在一点上，念头集中，物有外事参杂。啊，就不要啊。 去想别的事，心要空，啊，要专注，啊，这就是功夫，啊。你比如说，你听课的时候，你现在心里会不会打妄想？你能不能专注？你能不能只在一处？所以听课也是练功夫啊。你能够定定的。 听两小时，就修两小时，两小时定，不打妄想，也不昏沉，啊，你这是练功啊！那么把这心的能量练出来了，你可以无事不办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 那个心的能量不可思议，为什么呢？宇宙万物为心所造，你可以用你的心力、念力转动乾坤，所以无事不办。啊，我们现在啊，什么事都办不了。 为什么呢？心力不集中，心神涣散，妄念纷飞，定不下来。啊，好比那个光，啊，这个光如果是啊分散的，隔一张纸，它透不过去。 但是如果这个心这个光啊，现在集中，集中到一点上，就叫激光，啊，那激光的能量啊就很大了，连钢板都能穿透。所以我们就要练我们的心力呀、啊，没有别的，只在一处，勿有外事参杂，啊，不要让妄念参杂进来，啊，有的时候立刻绝招。 那么，念佛是最好的养心方法啊！当我们有妄念的时候，马上提起阿弥陀佛啊，这句佛号打掉所有的妄念啊，任何的念头都是妄念，细心一佛，专称名号。 啊，你念的功夫得力了，妄念不起了，就能得念佛三昧。念佛三昧，你能成佛呀？真是无事不办了，成佛都行啊！你还有什么事办不了的？仍需勤勤操守。啊，这个功夫要在日常去练。 很勤恳的来练，啊，操是操练，守是守得住这个念头。啊，修行人真正用功在哪里用啊？就是在你日常待人处事、接物当中练。如果你说你躲到深山老林里面练不成功的。 啊，那只是什么？把你的妄念包藏起来了，没有缘让它发出来。实际上你没有那个功夫，等到你一出来又乱了。啊，所以啊，在境界上练心呐、啊，练出真功夫出来。啊，比如说人家骂你，你不要生气，这就是练功。 人家赞叹你，你不要飘飘然，这都是练功的地方。啊，操持守住这个念头，不为任何境界所动，八风吹不动，这就是有功夫了。啊，临事勿赞放宽。 物就不要，再就是短暂的，啊，这个短暂的时间都不能放宽，啊，就时时刻刻都得抓紧，超持你的念头，啊，这念头不能散，不能松，嗯，临事。 啊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好事坏事，啊，急事闲事，那个心总是啊提得起来，啊，正念分明。什么叫正念呢？没有念头，就是正念。啊，这是最高的。 标准了，嗯，无念就是正念，但是凡夫确实走不到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单提一念阿弥陀佛那这个就是正念、啊、无论在什么境界当中，这句佛号都能随时提得起来，不迷不忘。 啊，这就是真功夫！啊，人之精神习久自成，啊，你的精神就能得到保养，啊，你的心力就越来越集中，能量就越来越大，啊，时间久了，功夫成片了，得三昧了，啊，那真的是自在了。 啊，这时候你不用刻意用功，功夫自然得力。啊，刚开始下手，功夫不得力呀、啊，那是比较艰难。啊，那么那个时候用功，确实是啊，要非常的努力。 啊，等到用功用到呢，很容易了，很习惯了，这就是得力了。不用刻意，功夫自成。啊，刚开始刻意，啊，后来就不刻意了。若仅勤收拾，真个提得起。 所以半月见效，可以。这是告诉我们，时间不长。啊，如果你真的很勤奋，啊，很抓紧收拾你的念头，啊，在这个灵事待人接物当中，时时关照，啊，不忘失正念。 更不起邪念，那么真个提得紧呐、啊！你能这样用功啊，半个月就见效果了。嗯，时间不长，两个礼拜啊。那这见什么效果呢？你发现呢、啊，妄念少了，烦恼少了，心清净了。 有智慧了，啊，有定力了，啊，看事情看得很清楚，啊，待人接物一点不乱，嗯，这就是很好的效果。甚至的业障消除，啊，什么业障？过去生中啊，乃至今生做了不善业。 留下的这种，这个，呃，不良的影响，可以得到化解。啊，《了凡四训》上啊，啊，跟我们讲，业障消除啊，有效验。啊，比如说晚上做梦，不再做噩梦了，啊。 或者梦到游步太空，在天空中飞；或者梦到夜吐黑雾，啊，脏东西吐出来了，啊，甚至什么呢？大白天啊，你都这个排出很多毒，啊，有的人什么呢？啊，刚学了一个两一两个礼拜啊，哎，他发现呢，天天上厕所啊，而且上好多次。 啊，排出来的东西啊，又黑又臭。这都是啊，那身体里头的污染呐、啊、业障啊，啊，排出来了就好了，身体就觉得轻松。啊，所以，或者甚至梦到佛菩萨、梦到圣贤啊，这都是很好的效应，啊。但是有这种效应呢，不要生欢喜心，不要着相。 啊，知道，哎，这就是感应，啊，就好了。还要继续努力的去修行，这就对了。否则呢，你要是在这里头着相，啊、嗯，甚至还到处跟人讲，高兴的不得了，这就琢磨了。下面又说，又曰。 涵养本源之功啊，最易间断。然裁决间断，便是相续处。只要常自提思，分寸积累将续，久久自然皆续，打成一片这里又讲到啊，涵养本源的功夫，这个本源就是心地。 啊，涵养我们的心地，也就是修心呢、啊。啊，诚意正心呢、啊，最容易间断，啊，这是真的。你像我们念佛吧，念佛就是涵养本源之功啊，啊，常常间断，就这么四个字，你都念不成片，念着念着。 就打妄想啊，甚至有的人可能这十句佛号都加大妄想啊，所以这个功夫间断，成不了片儿但是这是很自然的，很正常啊，对初学者必然。 啊，你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气馁，啊，要有坚勇心啊，坚持啊，要锲而不舍啊，不要退心啊。既然它断断了，再念嘛，啊，我就是老念着它，我就花时间，我就花精力在这上面真干。 啊，什么时候发现间断，什么时候就提起符号。所以裁决间断便是相续处，这话说的好。关键是觉，你什么时候觉察？哎呀，我这打妄想了，间断了，这就是你功夫相续的时候，立刻提起符号。啊，什么时候你起了恶念了，立刻当下绝照。 放下，就是你善念相续啊！所以这句佛号是最好的方法啊！它专，它容易，方便，行住坐卧、穿衣吃饭，随时随地都能念。只要念到从早到晚二十四小时。 都相续不断，哎，这就是功夫成片了。啊，到了这个功夫啊，往生绝对没问题了。只要常自提示，提就提醒自己，常常要觉悟。啊，念头一起来，马上觉察，啊，马上提起佛号。 所谓“才动即觉，觉之即悟”，啊，念头一动立刻觉，就是藏字提示啊。觉了，那个念头就没有了。所以妄念起来，就不要理它，回归到符号上啊。你不要想那个妄念从哪来的，怎么回事啊？是这个妄念为什么会出生？ 越想妄念越多啊！不要关照念头，不要关照妄念，啊，关照这句佛号就行。啊，那妄念你越关关照它的越多，啊，也不要想着我怎么断它。你越想断就越断不了。就像下联居老居士念佛记里头讲的。 念佛啊，不断妄想，不让你断妄想。欲欲断妄想，去一天两，去一天两啊！你刚想断一个妄想，就等于添了两个妄想。原来一个妄想，再加上你现在想断妄想那个念头，就两个妄念越断越多，所以不要理他就好。 啊，只理会阿弥陀佛，这样分寸积累将去，啊，一点一滴，一分一寸，啊，这样积累你的正念，积累念佛功夫，啊，这样呢，久久自然结絮啊，时间久了，你就能成片、嗯。念佛功夫成片了，你你感应一片全部做到了。 啊，所有戒律都能做做到做得好了，这叫定共戒啊。念久了就开智慧了，啊，开智慧了就是礼仪心不乱了。那你现前就是等于是做了法身大事了，啊，就大彻大悟的境界了，啊，所以呀、啊，要打成一片。 啊、嗯，这个功夫要打成一片呢，得要老老实实的念，做钝功夫啊，不能够啊投机取巧啊，想求捷径啊，想求捷径是永远找不到捷径，而且越绕越远越远啊，就是老老实实就是捷径。 啊，欧一大师讲啊，要死尽偷心来念佛。什么叫偷心呢？你想找捷径，想快速成就，这都叫偷心。啊，都叫不老实。啊，这句佛号你就老实，想起就念，想起就念，断了断了没关系，也不要后悔，也不要悔恨。 内疚，怎么我又断了？那都叫大妄想，断了马上提起来就好了、嗯。不要花功夫在那里悔恨呐、啊，在那里这个这个自己啊愧疚啊啊自责啊，不需要，想起来就念。嗯，所以才决间断便是相续处嘛，你的功夫就相续了。 那就念吧，念熟了，它自然就不间断了。啊，原来是妄想打打得很熟，功夫就是妄想功夫高，啊，念佛功夫挺低。是古德讲修行，就是熟处作生，生处作熟。嗯，妄想原来很熟，现在让它生疏，不理它就生疏了。 啊，念佛原来很生疏，现在念熟了。这就阿弥陀佛，把它念熟就行、嗯。下面又说，又曰：“静中思意恒生，学者之通患。能自省察至此，甚不易得。” 此当以敬为主，而深察思义之盟，多为何事？就其众处，痛加惩治，久久纯熟，自当见效。不可计功旦暮，而多为说啊，多为说以乱之节。这一段又讲到。 静中就是静处、静坐的时候，啊，心平静下来了，你会发现呢，思、啊、意横生，这是学者的通病。啊，修学的人，你不修，你不会觉察；你真修的时候，你又发现，真的是这样。啊，心里一静下来，哎呀。 那自私自利的念头啊，都生出来了，啊，妄念纷飞。啊，我举几条，私意是什么？什么私意呢？啊，说自私自利的念头。啊，比如说，跟人相处。 你有是非的念头啊，某人好，某人不好，爱憎的念头啊，这人我爱他，我喜欢他；那人我厌恶他，啊，讨厌，憎恶，这都是私意。你看，还有什么呢？恩仇报复的念头，这个人对我有恩啊。 常常念着报答，啊，固然这是好的，但是也是妄念。那那个人一跟我有仇，我常常要报仇，想着这个念头，那是恶念了。啊，还有什么呢？哎，高级卑人的念头，觉得自己很不错，看不起别人。 啊，还有什么呢？这个面子啊，很薄啊，人家给我们一个脸色看，心里啊就老寻思着放不下。嗯，人家稍有对我们不恭敬，有意无意，啊，我们就老念着，心不平。 这些都属于私意，有自己吗？你有自己就是私意啊，无我就没有私意了。你想想，我都没有了，那人家对我恭敬也好，赞叹也好，我也不值得欢喜啊，啊，根本没有那个他恭敬对象啊，啊，谁去欢喜啊？ 啊！人家给我脸色看，人家打我骂我，啊，这个障碍我、陷害我，我也不用生嗔会呀，我都没有，哪里有他障碍我、陷害我这个对象呢？这只要放下我，妄念百分之九十都没了。 啊，但是这是普通、初学、通患，患就是毛病、习气啊，每个人都有。而且是什么呢？好像不修的时候，你觉得没有；一修的时候，它就有了。比如说，不念佛的时候，你好像还没那么多这些坏念头啊，怎么一念佛，这念头全出来了？是不是念佛把它念出来了？不是。 实际上啊，平常就很多，只是平常啊，你心太粗了，心浮气躁，根本没觉察出来。一念佛，呢，心一静下来了，哎呀，全现出来了，你看到了，察觉了，啊，所以这时候你不要害怕啊，不是念佛把它念出来了，是念佛的时候你发现了。 所以能自省察至此，甚不易得，啊，就很不错了，很难得了。你至少能观察出来了，啊，这是第一步啊。你如果都察觉都察觉不出来，那你这念头怎么克服？啊，所以念佛第一就是察觉自己的妄念很多。 然后怎么办呢？此当以静为主，主静存诚，啊，心里要澄静，啊，心要定下来，深察思意之盟。啊，去观察我这个念头从哪出来的，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？ 这就是做反省啊，那无不外乎就是十六个字：自私自利、明文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啊，就就是十六个字，就是私意从这出来了啊。所以呀、啊，反省之后要把它放下。 念佛的好处呢，首先就是让你察觉到有哪些恶念，嗯，察觉了你才能放下。往往障碍你功夫成片的，就是你平常放不下的。所以多为何事啊？自己问自己啊，到底什么事情我放不下？啊，比如说你念佛的时候，念着念着，念你儿子、哦。 那就是你儿子没放下呗，想着哎呀，他今天谁照顾呀？啊，上学没有啊？啊，今天有没有这个背《弟子规》了？啊，有没有打架了？有没有骂人了？嗯，这你想这些都不是妄念，就是你没放下。 啊，那放下了，不是说你就不关心他，啊，不不教育他，不是，世上该做就得做，但是呢，做完了立刻放下，提起佛号的时候，心就空了，嗯，这样你能置心一处，念佛也能念得好，照顾孩子也能照顾得好，啊，所以念佛觉察到。 哎呀，自己私一从哪出来的？就其重处，那个最重的念头，啊，对我影响最大的那个地方，痛加惩治。啊，诸子所谓“臣愤治愈”，嗯，“臣愤”就是愤怒的时候。 要克制，那欲望起来了，要把它克制，啊，都叫成分治愈，啊，痛加惩治啊，那就是啊，不能有稍微的姑息，啊，纵容，啊，要很认真，啊，很努力的来改正。 嗯，往往就是啊，愤怒、嗔恚、啊欲望，就是贪嗔，会导致我们很深重的这些恶念。那那贪的对象很多，啊，这所谓欲啊，就是贪欲，啊，五五大类，财、色、名。 十岁，这五大类自己检点啊。每个人贪的对象有轻有重，不一样啊。但总不出这五条嘛啊，就谈世间的东西。那么出世间的佛法也不能谈。啊，这个也想学，那个也想学。 啊，这个老师好，就跟这个老师；啊，隔隔两天又听说那个老师好，又跟那个老师。那都是属于贪。这些欲望都要把它克制，心才能清净。啊，不顺心的时候，逆境的时候，不能生成会啊，心平气和。所以这叫治心呐、啊，对治心自己的心。 啊，所起的毛病习气，久久纯熟，功夫纯熟了，自当见效。那效果自然就出现了。啊，什么效果呢？就是刚才讲的，啊，烦恼少了，心清净了，智慧长了，它是自然而然，啊。 不可计共弹幕这也是学者通病啊！我以前就是这个问题，济公求速啊。听我们师父上人讲，要扎根，好规定自己四个月扎完啊、嗯，四个月下来了，功夫不扎实。好，规定自己一年扎好根，一年下来了。 是有点进步，也还是不怎么样。就是这样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都想快速完成任务，济公求速的心理，实际上啊，根都不深，往往就是拔苗助长，越想快越慢，欲速则不达。 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干脆宽为限，紧用功，嗯，放宽期限，啊，翻多宽呢？我跟大家老实讲，这一辈子都来扎根，这是老实话，不要好高骛远，啊，你的根越深。 你修行成就就越大，它自然的啊。所以，与其把你的那个志向往上，去攀，不如你把志向往下，去生长。根越深呐、啊，那树就长得越茂盛。一辈子扎根。 啊，所以感应篇一辈子的念，啊，一辈子要用它来做功课，一辈子下来能够这样持守，那你就成圣成贤，啊，往生西方那绝对有把握，而且你留下的著作。 真叫做永垂不朽啊！如果你想着搞大经大论，忽视了扎根教育，搞到最后只是变成学术，你的作品不可能传世。为什么呢？ 要传世的作品，必须有厚德做根基。我们的德不厚啊，那个作品，死人死了以后啊，就没人看了，啊，这叫枉费功夫啊，倒不如拿这些时间来扎根，啊。 怎么扎根呢？就是讲天天用功过格对照自己，反省自己，起心动念啊，都要醒察，都不可哎放肆从最重的习气开始改始，痛加惩治。 重的习气改了，轻的习气就容易改了。嗯，仅用功啊，但是我们不求速啊，我们甘心做钝功夫。所以这不感应篇汇编，咱们就是一个礼拜认真的讲一次，其余的时间就是做对照、做反省。 这样，我们的学问才是实学，脚踏实地。啊，三年讲完，我们扎三年；五年讲讲完就扎五年。啊，讲完之后再讲，啊，你学完之后再学，反反复复，不要求多，要专精。 功夫就得力了，啊，所以不可济公弹幕啊，弹幕就是啊，想从早到晚，啊，就能成就了，不可能，啊，因为从小我们没把根扎好，现在一辈子就得要扎，稍微一松懈，就前功尽弃。 啊，真的，我们现在的定慧力啊，敌不过外面的诱惑啊！如果一稍稍微松懈了，那财色名利起，这个外面诱惑啊，自己真挡不住，真的会堕落。不可济公旦暮，而多为说以乱之也。嗯、啊。 这就是什么呢？学的不扎实啊，啊，听的很多，学的很乱，不专精，自己反而就功夫不得力了。那所以为学、修道，重在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。 这部《感应篇汇编、啊》呢，实在是最好的教材啊！这里面呢，儒释道最精髓的教诲全在其中。读这一部书啊，《儒释道精要》的读了啊，是印光祖师讲，这是最好的感应篇注解啊。而《感应篇》又是啊，我们学习圣贤的。 第一善，第一善术啊！这是祖师慧眼呐、啊！啊，拈出这么一个小册子给我们，让我们呢一生受用啊！下面又说，又曰：心存群望，自然退听。这个心是正念。 心存正念，我们具体做法呢，就是念佛啊。只要这句佛号在，你没忘，你没丢，群妄自然退听啊。啊，所有的妄念，你自然就退让啊。听是听从、顺从、顺从你的正念。 啊，这就佛号做主了，正念做主了，妄念就不生。又曰，孔子曰居：“居处恭啊，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，便是存心之法。” 这是引用孔老夫子讲的话了，啊，这句话在《论语》当中啊，“范迟问仁”这一篇啊这一章啊，“范迟问仁”，范迟是孔子的学生，他有一天问什么是仁，啊仁爱的人，啊孔子老是说仁嘛，啊那什么是仁呢？ 孔老夫子就答复他：“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。啊，虽之夷狄，不可弃也、嗯。就是这三项啊，即使到了夷狄啊，就是那个少数民族、野蛮地区，都不可以放弃，不可以抛弃，啊，就是终身要奉行。” 那么这三句，居处恭，啊，就你无论在哪儿，啊，日常起居都要恭恭敬敬，嗯、直视事敬，啊，临视，做事了，也是这样恭敬。 与人忠，与人是待人，待人要忠信，不欺，啊，要诚敬，所以这三项就是讲诚敬，啊，就是克己复礼，啊，凡事不诚敬，就是因为自己习气做主，啊，把习气克服掉。 啊，那么澄净心就现象这是存心之法啊。我们怎么样存心啊？我们的心摆在哪儿啊？就摆在这里，澄净。下面举两个例子说。 啊，让我们知道什么叫成敬，其实一点不难，啊，如说话觉得不是，便莫说；做事觉得不是，便莫做，亦是存心之法。这、嗯、讲的很具体，让我们就可以落实。你说成净，我怎么成成净啊？我觉得我很成净了。啊，那你在说话行事的时候啊？ 你就可以呀、啊，反省啊，啊，如果说话觉得不是，这话不能说，那就不说吧。啊，如果觉得不是还要说，那就不成敬。啊，那这件事儿觉得不妥当，那就不要做嘛，做了就是不成敬。 啊，所以说话行事啊，用自己的良知去判断。王阳明先生讲“致良知”啊，良知人人本有，啊，就是我们的良心，啊，就是本性本有的智慧，本善，啊，你要用它才行。 用它不难，啊，只要你自己不要自欺欺人，啊，你自然就知道什么是该做，什么是不该做，那是你良知，良知啊在作用，啊，如果你知道他不该做还去做，那叫自欺，那就是不成敬。 这就是存心之法了。又曰：学问须自警醒啊！瑞言和尚每日见常自问：“主人翁星星否？”自答曰：“星星学者以法。啊、嗯，这里又讲到学问呢、啊，什么是真实学问？ 须自警醒，自己能够啊警醒自己，不要迷，这就是学问。你看圣贤讲的学问呢、啊，跟现在讲的不同。现在说啊，你很有学问，那你读的书很多啊，拿的学位很多很高，那叫学问？错了，学位不等于学问呢、啊。 知识不等于智慧呀！啊,啊，这里讲的学问是真智慧，真智慧怎么来的？你能够时时保持觉醒，不迷，就是真学问，真智慧。啊，所以过去这个瑞言和尚啊，他。 也是一位开悟的大德，嗯，他每天怎么来参禅呢？啊，他就是啊，坐在那个石头上，啊，每天换主人公，哎、啊，就主人翁心心否？这是他参的话头啊，啊，自问自答。 主人翁是谁呀、啊？就是自己的心呐、啊，心是主人翁啊。星星就是觉醒、清醒啊，自己的心你是不是觉醒的？还是迷惑颠倒的？啊，那么问了之后，自答曰：星星，这个我的心觉醒。 我没有迷，保持不迷，这就是佛呀。佛就是觉而不迷呀。啊，迷了就是凡夫啊。凡圣就是一个迷一个觉。啊，凡凡夫也本有如来智慧，德能向好。 啊，只是因为迷了，就迷失了，就好像没有了。实际上没有真的失去，啊，他还在，如来智慧德相还在，但是呢，得不到他的受用。只要觉而不迷，这些受用就现前了。所以观自在菩萨修的就是这个功夫。 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从他呢度人的这个德上讲，观自在从他自度这个方向来讲，什么叫观自在？教我们这个法门呐、啊，观你自心在不在？这叫观自在，就是这位瑞言和尚自问自答的。 主人翁星星否？啊，自信在不在？自信在，哎，绝了！哎，自信丢了，这是迷了。啊，学者以法，啊，真正修学的人应当效法。 那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念佛人也不需要问主人翁心行否了，啊，我们改成阿弥陀佛，啊，观自在观什么呢？观佛号在不在？啊，阿弥陀佛有没有丢掉？有没有忘掉？啊，阿弥陀佛现在呢，还听得清清楚楚，这就是在了。 啊，所以印光大师教我们念佛法，啊，用十念计数，念十句佛号，每一句口里念的清清楚楚，耳朵听得清清楚楚，心里计数记得清清楚楚，三个清清楚楚，啊，摄住你的心、口、耳三根，佛号真在。 啊，佛号在，你就是念佛，你没大妄想啊，就是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，就是毒舌六根，净念相继啊，这里毒舌三根，就把六根毒舌了，心耳口啊，六根当中三个根。 够了，而三根当中最重要的是耳根，用耳朵听自己念佛，听得到就是星星啊，就是觉，啊，就是念佛时。听不到了，就迷了，就在大妄想。下面又说，门人周彦文问曰。 这是朱朱子啊，朱熹先生的学生啊，周彦文。他问：“尽觉行坐语默，皆瞒不得自己。”朱子曰：“此事得力处，心灵到身上来了，但时时莫至而存之。” 你看学儒啊，怎么学？从这里就看到啊，大学问都是从这里点点滴滴克己功夫得来的。啊，朱子的这个学生他在用功啊，啊，跟老师汇报啊，说近来觉得啊，行住雨目啊，走啊，坐呀，讲话的时候啊。 静默的时候啊，都瞒不得自己啊，意思说那个正念没有丢啊，能关照的出来。珠子就是他老师啊，就赞叹他，这就是功夫得力了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的心灵到了身上来了，你的心没有在外面攀援了。啊，孟子曾经说过：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、啊。”啊，我们平常的心呐，都放出去了，没有收回来。啊。 在六尘境界、色声香味触法上面去攀援、追逐沉静，丢了本心啊！所以现在要把这个心从那个沉静上收回来，这就是大势之菩萨所谓啊，都摄六根。 啊，那么，诸子说心灵到身上来了，就是意思说你收回来了。啊，这是实学呀、啊，孟子所谓的真实学问啊,啊，那我们念佛人用一句佛号叫静念，啊，静念相继就能督摄六根，督摄六根才能静念相继。 啊，就用这个念佛方法。但时时默之而存之。孔子在《论语》中讲啊：“默而知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？”啊，这个“默而知之”啊，讲的很深。 啊，一般古德讲啊，就是，啊，要静默，要记住，这个“字就是静住，记住，理解的很浅。啊，要从深处理解是什么呢？那个心是寂然不动，这叫默。啊，不是不说话了就默了。 啊，不说话，心还在乱动，都不叫摸，心都不动了。啊，那心如止水，啊，就像湖水很平静，一个波澜没有。外面的山、这些境界、山河、大地、树叶、花草，照的很清楚。那如果稍微有一动， 微风一过，波澜起伏，这心就照不到了，啊，照的不清楚了。所以默而致之，什么心完全平静的时候，能照外面境界，照的清清楚楚，这叫智。啊，他那个外面的境界没有被扭曲，啊，完完全全记录下来了。 这是真实学问，啊，然后学而不厌，这、就是自己受用；诲人不倦呢，教教他，他受用。啊，孔老夫子一生就在追求这种学问，所以他说：“何有于我在？”很谦虚啊，我哪里有做得到呢？啊，实际上孔老夫子啊，真正做到。 啊，那么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这都不难了。难是难在默而知之。心能不动，啊，这就是佛家讲的戒定慧功夫。嗯，所以默知而存之啊，让这个正念啊不失。 啊，长存。所以，儒家、佛家、道家讲的理是相同。啊，《感恩一篇汇编》可贵之处，就是融汇三家道理，啊，来给我们做开解。那那我们这里呢，也会呀、啊。 啊，讲的很多啊，像儒家啊，《论语》啊，《四书》啊，这都都都谈到了啊，佛家的经典啊，这些都都会有引用。啊、嗯，这本书也是可以说一个很好的国学啊，这个精要本儿、嗯。下面又说宋陈列。 苦无记性，偶读孟子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忽悟曰：“我心不曾收得，如何记得？”乃闭门静坐，不读书百余日，以收放心。遂读书一览无遗。 这里讲的宋朝的陈列先生，啊，这是一位呀、啊、了不起的大儒，啊，圣贤，从小就品行端正，敬老尊贤，啊，所以学问品德在乡里里啊都为人呢称称叹，啊。 很多人跟他学习啊，学生有数百位，啊，他呢不做官，啊，朝廷啊多次的要招请他，啊，还有这些这个官员呐、啊、多次的推荐他，他都啊婉言拒绝，嗯，真的明文丽养一丝毫都不沾，安贫乐道。 啊，他自己呢，哎，就是靠教书一点点收入啊，家里不富裕，人家给他一些供养，只要有鱼，他都拿去布施祭品。啊，四十年都是这样安平乐道啊，来深入啊经典。 所以呀、啊，他是个大通家、嗯。这个司马光评价他：“平生操守出于诚实，啊，为人非常诚敬。”啊，这跟佛家的这个出家修道人，啊，几乎都能够啊，啊，避美了，啊，安贫乐道。 所以有真实学问，啊，真实的品性。你看他这里讲了他的故事，他过去读书苦无记性，记忆力比较差。啊，那读书啊，一个是讲悟性，一个是讲记性，两者都不可缺。哎、啊，那么陈列呢？ 啊，他这个记性很差，记不住。结果读到孟子讲到的，刚才我们也讲了这句：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呀、啊。”啊，我们学什么呀？啊，不是说你要记很多那些文词啊句子，那个不是学问。 学问就是把自己放出去的心收回来。结果陈列读到这句，悟了，开悟了，就明白了。啊，你看，孔子、孟子都是这样来修的，这叫真学儒啊！啊，后世的儒者。 只是搞文字词章去了，忘了什么是真实学问啊！那我们学佛也是一样，你有没有真实的修行啊？你能不能够啊开悟？跟你读多少经典、听多少经没关系。 关键是你能不能够把你的念头收回来，都设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啊，天台讲止观，止就是放下，啊，把妄念放下，你就把心收回来了。啊，观就是看破，啊，看破才能放下。 放下就帮助你看破，看破是开悟了。你、啊、所以陈列这里开悟了，悟到什么呢？说我心不曾收得，如何记得？你看，我从来没有啊去做收心的功夫，即使是学经典，也是打妄想。 那怎么可能记得圣贤的教诲呢？啊，真难得！悟了之后，就真干啊。于是就做收心的功夫，乃闭门静坐，不读书百余日，啊，万念放下了，一念不舍，啊，把妄念全部都斩除掉。 心就收回来了，啊，书都不读，读书都会是大妄想。你随着那个书里的意思，你会思考，那叫大妄想。啊，一百多天，啊，三个多月，啊，以收放心，就做这个，把放出去的心收回来这样的功夫。 啊！结果这一百多天下来之后，智慧开了，所以读书一览无遗啊！以后再读书啊，过目成诵啊，自然就记住，没有遗漏了啊！我们说，哎，这太神了，怎么就真的可以这样吗？ 嗯，确实。为什么呢？自信当中本来具足万法，啊，圣贤教诲，一切的学问，全是你自信中本有，不用学，他自己就具足，啊，所以只要能把这些妄念放下，真心现前了。 不学全通，所以我们看的这段呢、啊，上了年纪的人也不用啊苦恼了，啊，原来做学问呢，不是不用你记很多，求其放心而已，啊，记不住没关系。 啊，这感应篇都背不下来也没关系。怎么做呀、啊？老老实实把念头收拾干净。啊，怎么收啊？最好是念佛。啊，所以每天如果能够啊听经六个小时，啊念佛六个小时。 天天都干，听经也不要记住，也不用做笔记，啊，当然你学古文的例外，你学古文你可以做啊，这个词儿怎么念啊？这怎么怎么什么意思？那是那是做知识的学习，啊，年轻人可以这么做，上了年纪的也不必了，就是专心听。 听懂了也就懂，听不懂就放着，再重复听。听的时候全神贯注，不打妄想，啊，既不昏沉，也不掉举，啊，掉举就是打妄想，心不定，啊，就是专注的听，念佛专注的念，就收心。 等到什么时候你也开悟了，这个开悟不一定是大彻大悟，啊，但是也是大悟，啊，心真正清净了就有大悟，然后你再读书啊，一览无遗呀、啊，过目不忘，啊、嗯，而且你一听一看全懂。 人家来请教你，你可以讲的头头是道，让他也开悟啊！所以啊，这个我们上了中年的人读到这一段呢、啊，也就有信心了。原来现在读书也不晚，啊，现在学做学问也不晚，啊，方法用对了就行了。 啊，就是求其放心，啊，就是毒舌和六根，啊，实际上孩子背书也是毒舌六根，也是在求其放心呐，啊,啊，背书主要目的不是记那些词章文句，啊，主要目的就是让你能够心定下来，啊，不能打妄想，啊，小孩他也爱打妄想。 啊，想想，哎，我得吃冰淇淋了，我吃汉堡包了，老想这个，不行，呃，就是让你背心，哎，心就专注，放去放出去的心就收回来了，啊，不想冰淇淋，不想汉堡包了，想着经文，久了之后他也能开悟，啊，这就是修界定慧 好，今天呢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。有讲的不妥之处，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，谢谢大家。